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 POV 团奇幻大冒险。这一次我们加了啊，不是加了，是本来的新成员，终于是来了，有没有？终于是来了，这个忙碌的家伙终于是又出现了。Hello、阿雷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可能还是很多人还不认识你吧？会不会？对，不会吧。然后他的麦克风现在有点差哦，他原本的麦克风是没有这么差的，但是是啊，现在他搬家了，然后之前的麦克风又爆掉了，索性他想要换一支新的，但是你也拖太久了一点，这样子对不对？真是太忙了，真的太忙了哦，啊，还要上学啊什么的，要工作。好了，现在的话，阿雷好不容易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有超级英雄的套装。换句话说，快点给我去弄一套。你拿着剑干什么？我要。那我们不是要去可以做那个蝙蝠女的吗？我查到那个矿以前是打那个， oh. 以前是打那个路上的强盗会掉，但是现在打那个强盗不掉。你可以先进那个里面拿一下铁装吧，我们这边倒是。我们之前穿过的，你可以那个洗一下，有一些它不用啊，有一些它根本就没有那么的。我洗一下，不然可能会有些那个，对不对？啊，那些奇怪的味道。请问你意下如何？酸酸臭臭的。那我现在是在说沙漠那边好像会有那个沙漠下面可以挖到那个蝙蝠女所需要的那个矿，我不太确定。果果的剑剑，走。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哦，但反正我先传送过去到那个沙漠神殿那边，因为那边是沙漠嘛。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啊，我的 TP 吧。我为什么要带着那个剑龙的 DNA 在身上呢？不知道哎，也许因为爱情吧。好，看到几个强盗，我先去砍几下哦。好像是在沙漠下面。我还在卡，所以你先保护一下我。哦，可以的。我还在卡。其实别人打你是不会掉血的，不用担心，对不对？不一定哦。蝙蝠侠你好。他们攻击力也还是不错的。哎，我好了，我是不是好像跳一下？嘿。哎，好了好了，走吧，我陪你去。阿雷，快穿好铁装来吧。哦，我看到你来了，来了，背着洁白的小翅膀，有点危险的阿雷，因为他是铁装啊，这边有些怪还蛮恶心的。对，这些怪目前只会掉铁锭哦。之前我们在玩那个疯狂世界，好多女仆，好多女仆，哎，不是好多，有一个而已。女仆哪里？我要女仆，女仆在哪？女仆在这边，你往前走，你看，你看。在这里，而且它可以换皮肤的，有好多这种皮肤的。这个是它一开始的，还可以换成蛮多可爱的。可以直接帮他们换皮肤是不是？可以呀、啊，但是就准你打，你要打他干什么啦？哇，这个人有虐待狂啊！这个人是虐待狂啊！没有，你要虐待我的死友女朋友做什么？我这个一定要收服一下。收服什么？但是需要做那个蛋糕哦。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鸡蛋，别的倒是都有了。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下去挖挖矿之类的，看看下面会不会有那个蝙蝠女会要的那个矿，是不是在沙漠下面？因为我看官网上面有写到这一点，但我个人不是太确定，就是。对，上次他也没有准确的写是要什么样的超人才能去。哦，其实他有了，只是我忽略了而已，不好意思。哦，原来如此，好，打，是你。不小心被我给忽略掉了。是他，就是他，是你，就是你。我先往下挖好了。我现在有那个这个凛凛的狗狗，我还没有改名呢。凛凛的狗狗，我的是果果的狗狗。凛凛的狗狗挖的还算快了。那可以那个。TP 你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在打那个，你们上面找看能不能找一下那个鸡吧，对不对？看能不能那个收服女仆。怎么回事？大家怎么没有？哦，找找附近没有鸡，没有鸡啊，而且他不一定剥蛋啊，所以在旁边等一下喽，不一定剥蛋，没有鸡啊，一个什么东东。阿雷还要、哦、是盗贼，小心小心，他很快的，他跑得好快的。阿雷还要熟悉一下这个环境啊。OK 的，开玩笑。真的 OK 啊。哇，好多盗贼啊，简直就是。阿雷，你就是自己搬出去住了是吗？是啊。一个人住啊？对啊。晚上会不会害怕？孤独的男子。什么孤独的男子？孤独的男子。是有多孤独啊？我下面又刷了，是不是就因为这些盗贼刷害的我的女仆刷的都不多啊？有可能，没错。把它挤掉了，真是的，把它吃掉了。
撸回家了、啊。那么可爱的女仆，我要下去跟你们拼啦！你要跟女仆拼了，还是要跟上面的盗贼拼、啊？盗贼 ，Of course， 盗贼。Of course， 盗贼。结果挖到都还是黑铁。这个是属于唐式英文。哎呀呀呀！唐式英文。他跑好快啊！跑好快、啊！我都挖到黄金了。哦，掉了好多东西，给你捡吧。对啊，这么多金银财宝，这是虽然没什么卵用，都是一些什么东西？红宝不太清楚，看一下，反正这都把它收起来就对了吧。嗯，也许大概可能之后就会有用，但是我们如果要做超人套装，我们要的是那个红钻石，红钻 石, 红钻石，而且是红钻石，是不是就是那个红宝？哦，就是那个盗贼掉的那个红色的吗？不是，那是红宝石。红钻石的话，哦、我挖矿，在我挖矿挖了不到几个小时，就只挖了这一个而已，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哦，那我们弃坑吧。好，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拜拜。阿雷也出现的第一集就是最后一集。拜拜拜拜。哎，有马哎，阿雷，你看长得像你吗？你是在暗示阿雷是马脸吗？没有，一定很帅，一定是一个帅马，骏马一枚。还骏马，好可怕呀！Michael 长得不是都一样吗？马都是方的，脸也都一样，永远都是方的啦。哎呦，说，哎呀，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女仆啊！天啦噜，可是好可怜啊！可是，哎呀，这个下雨天害得我视线蛮纠结的。我找找看。哎呀，我把它关掉吧。我为什么到现在啊？我挖到平原来了、嗯，看来是不会有的。要在沙漠才会有。我好想驯服它。一个雨过天晴的概念。哎呀，这个女仆很可爱的，她还会有声音。哈哈哈。什么？两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状况 ？Bring。两个在取笑我的这两个。没有取笑啊，我们明明是光明正大的说，好吗？我也没说你是按着来的，就取笑嘛，没取、啊，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嘲笑、啊。好好的，取笑。我们不做背地里做这些事情的，哎呀，这个我们不偷偷来的，没有在偷偷来的。怎么这个那么难打到他？是我还有点，我有一点点点卡，不过还好。真好，我来赏个枫叶。对，你来赏个枫叶。还有那个猫咪鸡，我们也不是要弄个猫咪鸡吗？噔噔，猫咪鸡，噔噔噔噔噔噔的。哎呀，去死吧！你这个真是太煞风景了，戴着个丝袜头套的男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小李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挖矿啊？我受不了这些大汉了。他们就是哦，好多。好多好多个，好正好在说他们坏话，然后主要是我们这个沙漠太小了，我没事就会挖到那个其他的地形去啊，沙漠太小了一个，下面位就底下就把沙漠掏空就好啦，掏空，上面的沙掉下来怎么办？还真以为自己是超人呢、啊。对，好，让我用远程攻击来一发。哎，前面是不是好像有个类似天然矿坑的样子？我去看看是不是。要挖过去才知道啊！就快了，两位稍安勿躁。我在上面，有本事你哟、哦！真的来了！发生了什么事？上面特别 happy， 下面吓死宝宝了。下面这一个劳工目前有点辛苦。他们瞬移，因为我有一点点卡的关系。啊、嗯，我们都有一点点卡，其实。是吧，我就说我刚才在那里说有本事你就过来揍我，他是瞬移到我后面把我打下去了。火焰草，他是有本事的、哎、好帅哦，才不是他有本事呢，我要不卡早就把他们虐死了，好不好？好漂亮的枫叶啊，往这边看，七彩的。对啊，我去找箱子算了。阿雷，如果你看到那个什么枫叶是七色的，七色的，对，就可以有箱子，里面有些东西。哦，我看到一个辐射方块了，那个拿了会掉血，怎么办？哎，穿着超人套装能不能拿起来？我试试看。作死的超人。
呵，拿！哎呀，天快黑了呀！开始掉血了，开始掉血了！这个辐射方块不能拿的啦！天哪！就算是超人也不能拿，他又不是不会死。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会不会掉血啊？我刚刚好像没掉血，有吗？我掉血吗？好像不会掉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反正现在好像服务器有一点点卡的样子。对，刚刚超级卡，可能是我在我的魅力太大了，我来了影响这服务器。天哪，你说这话真的好明吗？还肯定是的，哎呀！看来真的要拿这种辐射方块，要变身成超级英雄才能来拿这辐射方块。又他来揍我，我知道掉了血马上可以补回来，掉了血就补回来，这样啊！我知道他揍我。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要找的那个矿呢，我目前到一个天然矿坑了，还没看到。说那个，我看到钻石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来了，而且我们在外面很危险呢。那你们来吧，那你们来吧，我们 TP 降临吧。就等你这一句话。我们又卡又盾又卡又盾，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卡了，是吧？我看到钻石了，挖掉。给阿雷挖一个，可以获得成就。哎呦，为什么你我总会被你打到？狂揍！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留钻石，你还揍我，夏玲玲。该打的阿雷，揍他揍他揍他！他还好意思用白色的翅膀，还以为自己是天使啊！明明就是个恶魔，他长什么样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哦，下面都是女巫、就找一下那个 Better Girl， 然后看一下他那个，看一下，长得像那种红钻石一样，对。它是一种矿，可以挖的话。它是那个什么烧的 ，Li， 它有点黄色的，它有点黄色的那样。Better girl， 它有点黄色的那个矿。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怎么看到枫红钻石拿到了？来丢给他。他的身上最空嘛，可是我只要左键，我就会把它拿出64个来。算了啦。你用那个查询那个的那个按键啊。这好酷啊！这边怎么回事？刚刚是不是有一滩水在后面被堵掉了吗？被我堵掉了，我以为你们有水，难道没有吗？我正准备要捞的啊！我又被打了，阿雷一直在打我，你管不管？这个人在干什么？打他一拳好了，打他一拳，六点的血，你们打人好痛哦，你们好坏哦，真的好坏哦。我们是超级英雄，你还敢惹我们？的人呢？前面一桶水啊，我飞过去那边好了，我飞过去那边拿那桶水。怎么这里有些矿哦？你是不要了是吗？所以你才把它乱丢。这个。变身成小蝙蝠，你变身也卡了。啊，好的，没事的，我去捞一桶水。这水在哪里？我的酸奶喝完了，应该在录视频之前拿一瓶进来喝着录。没事的，我还在卡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难道阿雷又变身了？没有，没有变身啊，一直是白翅膀，天使的象征。为什么我会一直卡在这儿？我帮你挖开吧。卡地形了吗？应该是卡地形了。哦，好了好了，刚刚是真的卡了。嘿嘿嘿，好多了。天哪，太变态了吧。low。好了，我终于有一桶水了，我现在可以开始挖矿。这东西真恶心，长的。为什么打了熊老是会掉生鹿肉啊？因为熊刚吃了鹿。然后就没有他的肉了。对，他肚子里都是他的肉。天哪，现在好像真的超卡了。对 啊，对，现在很卡。我们录完这一集就重启一下，重启一下服务器好了。对啊，对，重启一下好。莫有问题。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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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找那个矿，好像就算沙漠下面也没有哎。煤矿的概念。哇，那这个到底应该如何获得呢？对啊，好问题。作者，你告诉我，作者说，是他，我怎么现在还是会很穷酸的去挖那个铁矿啊？我果然没有富贵命。哎呦，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岩浆？我铁矿还是蛮重要的呀。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岩浆？我被烧了，有没有水啊？哦，没有。有啊，在我身上有。
我刚我说我被烧了，你竟然就自己一直在挖空，哎，有空哎，空哎，这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队友啊？算了，不要再合作了。蝙蝠侠要离我们而去了。都说了我被烧了，哎，有空哎，哎，那个空，空你妹啊，还空？因为我知道被烧了还好吧，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因为你是英雄，太过分了。欸、不是，是以后小李明掉血，我们两个就哎，你看女仆，你看你看，然后他死了之后啊，死了，哎呦，不知道哎，真的要这样子是吗？因为我就是啊这个样子，没有头，没有头，哎，这是什么矿？长得真丑，挖掉吧。哎呦，我不想打你，对不起，因为卡，你瞬移到了我的稿前，就是我的稿子，啪。这个有些矿是没有用的哦，直接丢了就好。青金石、哦、哪一些矿没用啊？这么重要的青金石重要啊！我差点丢岩浆里，哎，开玩笑了。不是什么矿？那个矿有用吗？什么 PLA 什么东西的 P L A 有用？那个有用吗？可以做装备，可以给阿雷穿。哦，那应该是不强的装备吧？还算不错的，哎，他这个矿好像还蛮好的。那为什么给阿雷穿？你给他穿那种？因为没有我们身上的好。为什么给我穿？因为没有我们身上的好，对吧？哎，等一下，那个黑铁矿还是挖了吧？不是说可以换我的蝙蝠车吗？哦，对啊，64个砖嘛，64个砖。哎，我看到你的头上都是哎。哎，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啊，那个非常不重要，最好不要拿。哦，早说吧，我应该没有吧？我先看一下。真怕挖了不该挖的，那个有用吗？什么？我估计应该没什么用，算了。有过七彩翅膀了，这个哎、欸，七彩翅膀，哎、欸，你也有这个，你一直在换翅膀，我、哦、看到了。哎、欸，小李呢？啊，我往上跳。哦，哦这个有用吗？这个，有用。早说，差点丢了呢。我看你不挖，我看你走过去不挖它。我现在最重要找的是那一个，我只是哦、啊，那个蝙蝠女的，但是真的没有啊。她叫什么名字啊？啊，我们这边走到平原了。你说那个矿吗 ？M O N 什么的、哦？这里有好多岩浆，我刚为什么直接就跳过去？好可怕。M O N I， 哎，不是 L I M O N I， 你可以查一下 L I L I。L I， 然后呢 ？L I M O N I， 那就看到它了。哦哦哦，就是有点柠檬黄的颜色。对，有点柠檬黄。之前是那个疯狂世界是打那些盗贼就会掉，现在没了，他们不掉了。好过分啊！作者出来打一架吧，我们来打一架吧。作者出来说句话、啊。变成小蝙蝠来喝一些，卡一下你们，意思就是你们卡我。我觉得很不愉快。那你为什么变小蝙蝠？你可以变成地狱幽灵之类的。哦，我被卡了。听到你的 Enter 那一个瞬间，按下去那个瞬间，我们卡了。小蝙蝠也是可以插火把的，比吸血鬼的那个蝙蝠还有用。有用多了，我的天哪，我差点爆粗口。请见谅，积怨已久啊。因为我们现在都跑到平原来了，这个沙漠真的太小了。可是那我们还是应该找大的沙漠。那不就出去找找看了？可是我这边，哎，我这边好大。我听你说青金石很重要。对，青金石非常重要。好的，我挖了。因为我们到时候如果要变超人，我们得打凋零嘛。到时候要打凋零，又需要凋零头颅吗？哦，好的，那么就结束这一期吧。感谢大家收看、啊，第一季就在这里结束了。凋零头颅很难获得的，嘿嘿嘿。我找到了那个人工矿道了。哦，你找到人工？哎，那个一坨蓝色的有用吗？什么一坨蓝色 ？NUCLEAR。哦，那个就是你拿了会开始掉血。哦，差点因为它好看去挖它。可是我们都有回血啊啊！你那个没有，我这个有回血，一掉马上血就回上来了。好危险！请问有人回答我吗？刚刚没有了，是不是没有。好了，我要变回去了。嘿，变回去！真的是挖来挖去，黑铁矿真的很多了。我卡到石头里面去了。
我们真的不是特别想要变成蝙蝠侠，确实只是因为黑铁矿真的是多到了我们都受不了的。那金矿有用吗？金矿有用，非常有用啊！挖掉了一个，变成蝙蝠侠也是需要金矿的啊，就一个，没问题。哎，这个粉色的菇菇好好看啊，粉色微光菇啊、哦，一打就不见了。哦，掉了，掉了，掉了，一打就不见了，吓死我了。纯粹是那个而已，好吧。那真的只能这样，我跟糖果呢，不然我跟糖果都穿蝙蝠侠，到时候回去我应该可以先做一套那个蝙蝠侠套装。我真的很想要蝙蝠女，好看吗？穿起来？你可以先查 B A T G I R L， 然后看看他那个长的样子。我看啊，感觉一般般。感觉没有蝙蝠侠好看的，那干脆就穿着蝙蝠侠好了。哦，好吧。蝙蝠女给我穿好了。挖不到矿，你还想穿？还能怎么办？主要是你还想穿？沙漠太坑了、啊，那沙漠太坑了、啊，太小了，对对对，那个沙漠。就是辉光石，而且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在沙漠挖的呀。他现在打那个盗贼也都没在掉，有没有发现？盗贼也都掉红宝石跟那个蓝宝石而已。嗯，宝石好啊，那去卖。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了吗？我们这一集还差一点。哦，这样、啊，我为什么觉得好像录出一个世纪来的感觉？还没有啊，主要是我有一个快递，估计会那个，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可能会办，那个、突然间我就再见。水之酝酿魔石是什么？好酷啊！打它它会、啊，那个是那个秘术魔族里面的神秘那个魔族里面的。我把这些都挖掉。我找到了那个要变成那个绿巨人所需要的矿，可是也一样啊，那个拿了就一直掉石。小胡啊，可是拿了就会一直掉石。小胡啊，对啊，小胡也还没来啊，我们到时候把他叫回来。啊，对啊，我好想小胡的好不好？我开始掉血了。他中间不是也有跟你们录了一下？后面没了耶。对啊。后面就上课什么的就没有了。我的小胡移情别恋了，所以我去揍他。估计他也不会回来了，我相信。唉，一去不复返。好吧，不管怎么说，我再回到地面上一下好了。这样一直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那个是啊，找不到了、欸，对啊，然后我一直在掉血，我决定先回家一趟，好不好？我先 TP 到家里去，然后我把一直让我掉血的东西往地上先放着，放箱子里行不行啊？可是我想要放地上，因为之前它不是会那个像那个仙人掌一样长出来吗？我不知道它这次还会不会像仙人掌一样长出来。哦，希望会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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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没跳上去啦！呀呀呀！我去看一下够不够做一个那个蝙蝠侠套装，应该是够了吧？看这样子，也许是够了。对啊，也许是够了。也许吧。那我们要在这一集做出来吗？可以呀，可以呀。那我们两个穿蝙蝠侠，然后让阿雷穿那个美国队长。可是我觉得美国队长比较强，对不对？嘿嘿。美国队长啊！哦，美国队长会加血啊，他会加血哦，没关系，以后出重活就交给阿雷去干。说那个我们挖不起来，我们挖拿着会一直掉血，阿雷你去拿一下。哎，对对对对对啊，怪好多，阿雷你去打一下啊，阿雷那个这个，阿雷就怒砸衣服，去死吧！我需要那个剪刀，我去剪羊毛那个。那个套装，你顺便骗几只鸡行不行啊？骗几只鸡，我是要到我们圈养的那里面去剪羊毛。那你剪完可以骗一下，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啊，对不对？我被什么东西打了？骗只鸡？你的那个，你的猛犸象被打死了？什么鬼？为什么？你的猛犸象刚突然之间打我，然后我的三角龙冲上去把它打死了。我天！还我的猛犸象！可以的，可以的，因为这个，因为，哎，等一下，阿磊也被我的三角龙打了，为什么？我的三角龙怎么了？你让他坐下呀！为了复仇，他不肯坐了耶，他不肯坐了。为什么就你养的恐龙是那么多啊？不要，不然我也先把它解决掉好了。我先把它解决掉好了，因为解决掉之后呢，我们可以获得更多。解决掉它之后，我可以获得更多。
因为那个他掉出来的生肉可以直接变成一个 100% 的 DNA。哦，原来这么好啊！对，而且他可能不一定只掉一个，我的三角龙只掉一个啦，可是你的猛犸象掉了两个，所以可以做两个。哦，所以可以有两只猛犸象，然后我们尽量不要打到彼此，我们到时候把 PVP 关掉好不好？不然他们自己互相打一打去不好。关了吧，我已经被阿雷打了好多次了，好吗？所以阿雷刚刚一定有偷打我，不然我的三角龙不会去打他。肯定是啦，可能是我们不在，有可能他们就自己站起来了，离太远什么的。哦，但是我刚刚想叫他坐下，他一直不肯坐，阿雷一直在旁边，他一直站起来就是要去打阿雷，就是要去打阿雷这样子。可能心里面一直在说着，就是他，就是他，我的主人啊，我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就是你。我要 TP 回来，我可以 TP 回来吗？没问题。我怕死。啊，恐龙都已经被我自己手刃掉了。我的猛犸象。有，也可以做两只出来，不要担心，可以做两只出来。对不起。可以做两只。再见。然后现在的话，反正我就剪一剪这边的羊毛吧。等一下我们才能继续做那个超级英雄，那个蝙蝠侠再做一套出来。今天晚上吃辣螃蟹。这个。今天晚上吃辣螃蟹。我可能要跟你借一下你的套装，我才能查一下它的合成表，比较快啊。查为什么？求我啊！那我自己查，没关系。啊，你求我呀！求你了！求我！求你吗？求我！不用给我，不用给我，不用给我，因为这样我身上会放太多东西。你求不求？求。太累了啦，算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剪刀我先拿着，我先把一些矿先往这里面先塞一下。好的，再见。什么东西？我身上东西太多了啦。拜拜。然后我要去查一下，我还需要很多的那个线哦。来来来，线，这个应该可以上。线我拿了。哦，可以的。我还有很多的食物没有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哦，对哦，还有最麻烦的这个东西，我们会需要很多的红石，还有铁锭。为什么不早说？红石我刚刚一堆都没有挖。我也是啊。现在你跟我说，我需要红石。需要。你现在跟我说需要。好吧，那不然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这一集先在这里结束了，然后。再拖下去真的不太好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先结束，然后我们下一回再见了。然后我们先把该挖的东西挖完，我们先变成超级，三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再说了。好的。好。好的。大家拜拜。下次再见喽。拜拜拜。Goodbye